明星秀绝技，迪丽热巴语速，鹿晗手势，宋茜一字马，张一山秋水手。在电视剧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中，张一山饰演的秋水在剧中的发誓手登上微博热搜，被诸多网友模仿，秋水手也成为了热度话题。行走娱乐圈，光有颜值、演技还不够，还得有些特殊技能傍身。那么都有哪些明星拥有特殊技能呢？迪丽热巴在出演《克拉恋人》的时候，曾有一段快速说话的镜头，热巴语速惊人。最后网友通过统计，热巴在45秒时间说了300字，应该可以与华少一比高下了。 Baby 成了跑男团成员以后，整个人的形象都颠覆了，更是在节目上上演大嘴吞拳头。而掌握这项技能的还有新晋影后马思纯。马思纯还可以反手涂口红，感觉这个跟反手摸耳朵是一个性质。一向大方知性的唐嫣，秀气绝活毫不含糊，看住简单，做起来当心骨折。宋茜的一字马更是惊呆众人。鹿晗的这个手势看住简单，但其实你试试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指啊，可厉害死了呢。